你在忙啥呢？哎呀，工作呢？你这打扰人干什么？你出去。出去就出去，真小气。一会儿等我忙完的啊，出去。哎呀，你又来干啥？我不是怕某人渴吗？给你倒杯水。那行了，放这放这，快出去！哎，出去，快点！啊，我喝了。Later。哎呀，你咋又来了？我这忙工作呢，你干啥一趟两趟？你等我忙完出去找你行不行？你在这我心贼乱。你吃个水果。你放这吧，你放这吧，好了啊。我想陪陪你嘛。你出去等我，好了。你让我在这里陪你。听话。就在这玩一会儿。不行不行，快点。滚。哼。整破凳子，腰疼死了。哎，你咋又来了？啊，我就想看看你嘛，你工作的样子贼帅。你腰咋了？我没事，我坐久了伸伸懒腰就好了啊。等我一下，你试试这个。真好，那我赶紧试试用这个办公了啊。好，那你忙正事吧，我先出去。没事，我都快忙完了，你就坐旁边等我呗，你挺无聊的。好，那我就坐着，我不说话。好，那我开始了啊。好。啊？哎呀，这谁打开的？这不关我事儿啊，这个。赶紧叫。三分，三分，叫三分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。